Storm at enemy lines. Open grenade. Take him down.他敢出来吗？看到我都要跑。没打。怎么能够叫板呢？啊！连杀吧！上线第一把，三个，你看到了。你要不办个卡，你办个卡，我还是想给你个防守的。办个卡，你给我升勋章，那你又免费的升防守家了。王爷好人，看我好人，像画面似的。他是娘的玩的头疼。怎么我总能比他一些新手？打他妈什么段都是，烦死了！盲点一个，地有一个，一空了，不要去 A 了，大哥。手动，我的压发敌人，刀王。我去，整治一波！滚！拿下！倒！死！滚！Hello 的大家好啊、很多朋友说呢，好久没见的秦社区，我只能天天打飞机，我天天在家玩自己。哎呦，哎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。那在我道完歉之后，我们还是好基友，哎，大家都是好基友。那么今天又来给大家发视频了啊！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也是我以后发视频的一个方针啊。就怎么说呢？有的人呢，他喜欢看我的集锦啊；有的人呢，他喜欢听我砍大山啊。其实发视频的话呢，现在多数人喜欢听我砍大山啊。在直播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是看我直播的人，他多数还是喜欢爱看我打游戏啊。不过没有关系啊。我以后的视频呢，可以这个周更啊，像这系列的视频啊，然后前面
视频前面呢一段激情，然后像这一期视频一样，然后后面呢就是结束了啊，大家可以这个自由观看啊。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多看看我直播嘛，你要觉得无聊啊，然后或者说看我发其他类型的视频啊，或者其他游戏视频啊，还有的喜欢短短的这种死机了，哎，你可以看看我上面那个直播回放的那个号啊，会发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片段啊。好，那么刚才说到这呢，可能又会有人开始骂了，娘的啊，你还怎么还能周更呢啊，你懒得拉屎都要别人抱你去了吗啊。哦，又骂我，人家只是说这个类型的视频周更了呢。讨厌讨厌，真是讨厌，讨厌不是炒面，吃了炒面炒面要拉那个什么便。哎，然后另外呢很多朋友就平常老私信我啊，快呀鸡贼，李伟西的日常还跟不跟了啦啊，这不就来了吗。在我开讲之前呢啊，今天我这个要先提一下啊，其实我玩 CF 到今天啊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，我发视频什么的都这么多年了，网上积累的这个驴魂锡啊它还是真不少啊，可有人不相信啊，这么是跟你吹牛逼，你看你大周哥各类数据你也知道，玩这么多年了还能保持在这个数据已经非常不错了，知道吗啊。就在这几天呢啊，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他都知道啊，在前几天好像是啊，有一天那个网上啊有一个 ID 叫小安阿姨的啊，他到我的直播间啊，给我刷了点礼物，哎，他还要加人家的微信信，哎，你看嘛，这个名字的第一印象给人家就感觉，哎，是个小少妇，嘿嘿，哎，对吧？啊，结果呢，我下播以后，哎，加上他的微信啊，然后呢，他第一句话就是用语音给我发条信息说，哎，老鸡贼，我喜欢你好多年了啦，要不要定个亲啊？哦，我当时一下我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呀，哈哈哈，想我老渣贼也有今天啊，啊，然后我就赶紧给他说啊，好啊好啊，然后我就正想打字问他啊，你多大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，什么什么的时候啊，结果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什么照片呢？点开一看，一双纤纤玉手，我抱着一个小宝宝，我操，那个 A B C D E F G 啊，阿伯车的阿尔夫哥啊，这他娘的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跟我订娃娃亲吗？然后我就很伤心啊！哎，我今天碰好多，我真的很伤心啊！我也以为是哪个水友在跟我调皮捣蛋了啊！然后我正准备拉黑他的时候，他就和我说：“哎，我的宝宝好看吧？啊，配得上你儿子吧？啊，我女儿好不好看呀？”然后我又憋着一肚子的火问了他一句：“啊，你多大了？”然后他跟我说：“他是97年的。”哎，我97年的。在他说这句话之前，结果他之前发什么抱娃娃之类的照片。我当时我就以为她是个大妈，结果，哼，人家97年的自称自己是阿姨，啊，叮，我的心再次被万箭齐发，她的穿堂而过，你他娘的97年是老阿姨，啊，我岂不是太爷爷她的祖奶奶呀、啊？这是这个网上这是什么人都有，啊，没事啊，我刚认识你这个人，我就一颗心你看着伤啊，你要搞我，我就一颗心你看着伤就是了，我无所谓。啊，你给我等着吧，你给我逼急了，哪天我就给你老公织一顶帽子，我跟你说，那、啊、是一道光啊，你在你发光，操你哥哥。然后其实呢，啊，大家可能平常看我就是好像疯疯癫癫的，啊，二了吧唧的，好像觉得我平常生活的蛮开心。其实生活中吧，他也有比较多的这个压力什么的，有很多人的他生活中过得不好，他就到网上发泄啊。然后我不是这样的，我心情不好呢，我是会尽量去调整啊。但是因为我这个人脾气比较躁啊，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呢，我比较这个脾气特别直啊。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，你看现在啊，根本不在乎自己形象啊。就是有的时候呢，我就也会像你们一样去看自己视频，然后看到下面大家都哈哈哈的笑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反正感觉大家喜欢就挺好的啊。就是为逗大家一笑，脸皮可以不要。所以说我也是比较开得来玩笑的一个人啊。只要玩笑不开的太过分啊，因为我一个人，你们一群人，所以说我一个人，跟你们一群人，我只开一句玩笑，而且我还拿捏的比较到位啊。你们一群人跟我开玩笑，可能一群人开的都是比较过分的玩笑，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也不太，就是可能受得了啊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，就是还是得一直自己调整自己调整啊，反正为逗大家一笑，脸皮可以不要嘛啊，对不对？实在忍不了的话，我就退号止药，我就嗝屁，
好，那么照惯例呢，啊，游戏这一期视频吧，它还算是比较精彩的啊。最近上分吧，碰到这个掉线的问题，也确实很烦着啊。有时上不去分，说实话，上去的也是上的特别慢，因为打有的时候你上去它掉了啊，你明天又上这个号，上去又掉了，可能一把都还没打完它就掉了，所以说完全是在掉分啊。有的号呢，它可以说啊，比如说打一两个段它才掉啊，那还可以，但是上分速度给拖慢了啊，老是掉号掉号。然后你又老是去上号上号啊，就很惆怅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新赛季来了，相信官方也会解决掉这个问题啊。好，那么这边是来到这个卫星基地的这个残局，哎，我手拿一把粉红色 AK， 周杰伦 AK， 哎，周杰伦 AK， 小公举 AK， 哎，我甩着我两颗性感的臀部啊，摇摇晃晃的顶着胸前两对大波啊，来到了这个禁闭包点这边的 B 仓门口啊，然后看了一下，我刚才打掉两个啊，然后这边现在还有两个人，财包的先秒掉，拉出来直接自信切枪啊！我们喜欢打这球队，跟我对枪，你没有听说过跟我对枪的话，我很快乐的，你很快死吗？你给我躺下！他想拉你，拉不了，你队友也死了。好，那么这边黑色城镇压 B 啊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先丢颗雷啊，然后举着手枪上啊，因为平常现在打排位嘛，不讲究都拿 COP 啊，大家都拿 COP， 你不拿的话也不太好啊，不合群，哎，倒不是真的依赖这把枪，哎，你看这边中路就直接你的就偷过来了，好打，骑马射箭，好，三个回头，还剩最后一个，队友打掉一个，还剩最后一个，回头直秒 A 狗的狙，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了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